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6度，高温25度，有30%以上的降雨机会。而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6度。而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6度。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8度，在桃园最高温25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23度。而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5度，在仁爱最高温22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22度。而苗栗的南庄湿潭泰安温度落在12度到20度之间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8度，在尖石最高温19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温度落在11度到18度之间。而宜兰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1度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温度落在18度到22度之间。而秀林万荣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2度。而寿丰丰滨温度落在16度到22度之间。凤林光复瑞穗温度落在18度到22度之间。而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5度，在卓溪最高温22度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温度落在19度到25度之间。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13度，在海端最高温24度。而鹿野台东市卑南温度落在16度到25度之间。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5度。而兰屿地区温度落在19度到25度之间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1度。